根据国际藻类真菌和植物命名法典 ICNAN 和国际细菌命名法典 ICNB， 石菖蒲 Acorus graminis， 俗称 Acorus graminis 的学名为 Acorus graminis， 俗称 Acorus graminis。 该植物种属于 Acorus 属， Acorus 原产于日本、韩国和东亚。这种植物通常生长在湿地和浅水中。石菖蒲 Acorus graminis， 俗称石菖蒲的俗名是石菖蒲，或简称石菖蒲。石菖蒲 Acorus graminis， 俗称 Acorus graminis， 是石菖蒲属 Acorus 植物种，原产于日本、韩国和东亚。这种植物通常生长在湿地和浅水区。禾本科俗称 Acorus graminis， 是属于 Acorus 属 Acorus 的植物种，原产于日本、韩国和东亚。这种植物通常生长在湿地和浅水中。石菖蒲 Acorus graminis， 俗称 Acorus graminis， 是石菖蒲属 Acorus 植物种，原产于日本、韩国和东亚。这种植物通常生长在湿地和浅水区，在营养丰富的土壤中茁壮成长，可以忍受洪水和前旱。它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可以长到 1.5 米高，具有粗大的须根系统。石菖蒲 Acorus graminis， 俗称 Acorus graminis， 是石菖蒲属Acorus 植物种，原产于日本、韩国和东亚。这种植物通常生长在湿地和浅水中，是石菖蒲，俗称石菖蒲。从其他植物中脱颖而出的一些特征包括：一、为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于湿地及浅水区；二、它的叶子又长又窄，像草一样；